你新形象还挺帅的嘛。看来说是两个小时形象是有用的。那呱呱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啦。嗯，那你可不可以做我的？除了喜欢你，我还喜欢雨桥、白雪、我爸、我妈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，没什么。华泽这个笨蛋，按照这个进度，下辈子都交不上朋友。作为他的好兄弟，我得帮他一把。一会儿我们看电影的时候。来看。Me!